我在白山待了几天的时候呢，摸过一切线，也摸过法国流氓，也摸过辣米粉，然后也摸过中国攀。我呢，因为个人小抠抠的能力比较弱，摸了之后感觉辣米粉更适合自己，它的点没有那么小，然后呢，点的距离会大一些，比较适合暴食能力稍微好一点的，所以选择了辣米粉。在此之前呢，已经完成过5条14的线路了，但都是14A，所以这次决定今年都是努力一下，升个级。从起步出来，前面的600还挂都是大点，点的距离都比较远，但是角度也比较大，大概难度大家觉得是可能 12B 左右吧，就可能攀爬距离10米左右，然后一共是刚刚说600还挂，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点，那个洞里面你可以蹲着，蹲在里面休息，就是可以休息到满血。线路本身我还是非常喜欢的，你指力强可以抠，指力不行可以捏，就你可以用不同的贝塔去选择自己的走向。休息完了之后，从那个洞出来，紧接着是抓几个钟乳捏的点，捏完那个点之后，挂完100块挂，就进入到这条线最难的难点。估计有 V7V8 吧，难点。首攀的时候是大家都是从右边上去了，然后后来那个点据说爆了，爆了之后呢，有指力很强的选手研发出来从左边上，我选择的是从右边上去，先捏了一个比较难抓的一个聘请的一个点，然后坐到上高挂了一下右脚，又捏一下聘请，那个点是非常难抓的一个点，就是之前爆过的那个点，一个 dino 就可以飞到左边一个左上方一个大平台，然后就可以挂挂挂。挂完挂挂之后会在那边稍微缓一下，就角度比较大，脚点呢也比较低，都在左侧，然后你可以稍微缓一下擦两把粉，擦完粉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难点，应该在大家觉得难度可能在 V5 左右吧。就是从左边出一个手，然后在左边并下手，再往右边走，右边走了之后到中午就可以捏把了，可以稍微缓一下休息了，就如果还有力的话，后面都是就是难度比较均匀的耐力线吧，动作都不是很难，然后可以捏的那些钟乳捏把上去，后面应该还有4把还挂的，大家觉得难度应该是在11D左右，然后整条线的分布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整条线的话，可能就是暴食能力强一些的会设计这条线，它的耐力要求我觉得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暴食可能需要一些能力，至少你要能过难点吧。辣饺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辣饺子，但是辣米粉呢，是因为它快到结束的3-4把快挂，有2条钟乳垂下来，就是细细的长长的，然后可能筹判者就把它取名叫辣米粉了。这条线我报完成的时候应该是一共尝试了16次，我去年爬的是惊雷嘛，惊雷是尝试了15次，但我觉得我练了一年可能会比去年稍微强一些吧，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它应该比惊雷会难一些。首攀者定级是 Chris Sharma， 他当时完成的时候定级是 5.14C， 就大家嘴巴上说是 14B， 但路书上没有改，我也不知道，
反正我也不关心。我爬的线也没有那么多，就我爬的腰刺比较少，加上他也就爬过6条腰刺。他是腰刺 B 还是腰刺 C， 对我来说意义都不是很大，但是我就这条线怎么说呢，挺棒的，爬起来很舒适，就是一条你红了之后还想去爬的一条线。大家说腰刺 B， 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他们的原因吧，但是我也不清楚，我就爬我想爬的线。